我们坚决反对将体育政治化。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We urge PRC officials not to limit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access for journalists and to ensure that they remain safe and able to report freely, including at the Olympic and the Paralympic Games. 我们欢迎各国媒体采访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目前已有超过2500名文字和图片记者提交了北京冬奥会的注册申请。我们也非常欢迎媒体记者对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赛事组织、运行保障等相关工作进行报道，并对筹办工作开展舆论监督。这也有助于我们不断提高赛事组织和运行能力。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反对针对中国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反对以所谓的新闻自由名义编造虚假新闻、虚假信息，歪曲抹黑中国和北京冬奥会。我们敦促美方从尊重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维护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运动员利益出发，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